大家好，我是 Terence。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。 我是 Iris。 我在这边最大的体验是我在这边拿回了我的自信还有我的热忱。我在这边得到最大的东西就是我怎样去跟我的同事们我的团队们去 build 一个 connection。 拿到这个 connection 过后，我很容易跟我的同事们打成一片，可以带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团队 build 到更高一个地步。然后我在这边也拿到我的影响力，我的人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我可以去影响我所有我身边的人，去拿到一个，去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result。在上高级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是拿回我的自信，跟我的那个爱，对家人的爱，对女儿的爱，我已经拿回来了。所以在这个课程中，我是非常的是很开心，很快乐的。在这里呢，我探索到我自己，哎，原来我原本那个最自信、最开心、快乐的我，终于回来了。所以我很感谢有高级贝尔师，让我找回了我的自信，还有勇敢，还有乐观。